我哋系住家 choice， 嚟自香港。香港人俾我哋嘅印象系好中意俾 like 同埋订阅。睇之前记得支持下自己人啦。三、二、一，交得三宝咁大，你真系要放咁多嘢落去？唉，你唔试过又点知唔得啫？今次要处理嘅居屋单位可用面积大概得150尺。啊，话时话，今次嘅客人有乜要求呢？你唔记得咗啊？将个洗衣机调入厕所啊嘛，但系又要确保干湿分离，仲要喺厕所落埋衫添啊，搞唔搞掂先？去到厨房就想要一个摆到好多好多好多杯面同罐头嘅大橱柜，如果有8尺阔就最好啦。你知公仔面有几多特别版噶啦？虽然咁中意食公仔面同罐头，但系间唔中都有朋友上嚟餐台噶，所以最好可以有张坐到几个人嘅餐台啦。Cause I can't imagine being away. But the things
等等，系咪装错啊？点解洗衣机装喺橱柜嘅？你问呢个问题，梗系头先 skip 咗啲快镜冇睇啦。等我重播多一次俾你睇，你留唔留意到呢个窿啊？我就喺橱柜偷咗呢个位置摆洗衣机噶啦。吓，即系点啊？如果仲系睇唔明嘅话，咁你一定要睇到尾啦。这个台面既是书台又是餐台，本身想请一个朋友上来，现在再请一个都中得了。再说隔壁一只全高柜，我用了全高镜来做门，这块镜的功效就是令到视觉上墙身一直伸延下去。伸延下去有什么好处？我们走近一点看，留意一下脚线部分，视觉上一直伸延落去。哦，即系加深个厅啦。聪明。跟住嚟讲下电视柜啊。原先呢个位置应该摆满晒机顶盒同埋 water 嘅。今次我将全部器材都收埋喺隔篱呢只柜度。全部天线、电线、宽频线就系经后面呢个位置走翻入全高柜。就是这个位置了。不明白啲线点走过嚟噶？仲唔明嘅话，唯有移开部电视机俾你望下啦。就是经呢个窿翻翻过去，啲线收埋晒喺呢一格，又真系整齐好多。仲有做埋散热位置，呢只门嘅后面就系摆洗衣机嘅位置啦。诶，点解层板嚟嘅？系啊，因为我帮客人拣咗只超薄洗衣机嘛，悭出嚟嘅位置足足可以做多只四寸深嘅柜啊！这个深度已经足够摆大量罐头同杯面啦。拎开只柜，可以完全见到晒整个洗衣机背。见到个背有乜用啊？呢个设计可以方便接驳水喉同埋日后维修，仲有另外一个好处啊！已经好完美咯，究竟仲有咩好处啊？俾少少耐性睇到尾，你咪知咯。诶，我冇提你要大量储物，都自动帮我做咗地台、油压床同埋到顶大柜，劲喎！诶，知你拢嘢啦。嗱，我帮你将洗衣机摆翻入厕所啦。好彩我由头睇到尾，先知你点样可以将部洗衣机摆得入厕所啊！仲要几松动添，条路有几阔啊！我哋揾把尺度下，我哋系由洗衣机门度起噶，仲有成15寸几嘅空间啊！好多时候街铺嘅 sales 会同人讲嘅尺寸未必系真实，一般都唔会连埋洗衣机门去计算，部机送货去到现场先知道出现问题。平时我哋设计空间算到尽。只要差两三 cm 已经好大镬噶啦！今次我嚟用嘅洗衣机包埋门都只不过系44 cm 深，仲要系日本牌子添啊！衬翻我哋今次嘅无印风主题。
唔好细只机仔细细，其实佢已经可以洗到7K 啲嘅衫，已经应付到一般家庭嘅需要啦。差啲讲漏咗呢个位置。当你喺浴室洗地嗰阵，呢条胶边系防止啲水溅出大厅噶。大家仲记唔记得啊？呢个放洗衣机嘅位置系同橱柜共用，通向大厅嘅。其实呢部洗衣机咁样安装，仲有另外一个好处嘅，就系 touch wood 要换新机嘅时候，唔需要经过呢条通道就可以搬出大门口啦。诶，差啲漏咗讲，你需要嘅晾衫位置啊？唔该晒。好彩市面上出咗啲超薄嘅洗衣机，梳洗空间先可以有咁大咁松动。仲俾我哋试到一个咁大胆嘅设计，呢样就要特别多谢业主对我哋充满信心啦。电器嘅尺寸其实好影响装修，大家记得装修前做定功课啦。